are you? Hello? 我跟你讲，那个是什么？鞋子。我常常看电脑说呢，叫我们用什么什么，不方便这样说了。只不过我告诉你，我自己的发明，好方便，对吧？你看那种好安静的，对不对？我用什么什么的洗过来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洗纸。那个指甲的油也是蛮好蛮方便，我觉得那种方便就够了如果真的你完美一点点也可以啊，我们就那种啊，好像沙粉来的，你将剪你头门把那个鞋子清洁，取完你买给人家的，所以顺便用那个时间示范给你看啊。还有我神要等一下我去做啊，不小心弄到里面没关系啦，它会拖出来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看，很黑呀、啊！你看，哇！你看你刚才跟那个一样，跟你没这么久了，那个。拆你都这样，你懂吧？搵点水拆一下就干净。哇，你看底下不杀几只，对不对？人家说用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不好，不方便，很久啊，时间。你看，好像变魔术这样，看那么快哇、啊！你看，还有，我也不方便这个给你看，还有方便了、啊、哈，因为你不可以弄太久，弄太久都湿了，就这个效率不大，所以要立刻。立刻放一点点，嗱，擦了咗之后立刻用一个铁丝擦，抹一下，因为为什么它个按键呢很快啊？哇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也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啦，够了，哈哈，给你们知道一点点，你就知道它的厉害啦，就够了。你看，哇，真的好光景啊！你看。OK， 那我比起来给你看哦，你看有没有分别啊？对不对？哈，还有你看前边分别大不大？我没有骗你了哈，希望你们用得着神西江神力哦，很开心的，一下子就可以美美穿个鞋子出去了。因为我看好多视频，他说用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方便就简单说了。我觉得我用过来不方便，很久的时间，还有不成功。咁有一天我无端端，因为我洗袜，我咪教过你们洗底裤啦、洗袜子啦，还有我哋染漂白的东西也可以。所以变成呢，我很方便，所以将这个心得今天告诉你们了。今晚我睡不着了，你也睡不着了。OK， 拜拜。